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同台湾三间大学合作，用循环经济永续发展做主题，提出的客种文化发展永续计划，出面是来攀的客种二胎创新茶室面纱浪发通，爱为回到家乡的后生的创造有尊严的就业机会，特别来提供天上平台的服务。因为我家是在梨山上种植高山茶跟高山水果。客种二胎创新茶室面纱浪发通一开始，主办单位招请众多家乡的后生囡，分享老自家府下种的茶米和个果子，让我重新包装老建立品牌，打破名路来寻工行销。两下个后生囡，单单都为念受邀进调查，不过底下个种做茶产业的囡，实系眼神眼近来减少。主办单位希望打破发通的讨论，来鼓励后生囡转到家乡做茶产业，也希望做得从头，有尊严的收入。我所谓的有尊严的收入，其实就是说，他经过那个做茶的收入，不至少不会低于他这个年龄层在城市里面的那个平均的名目所得水准。两百分同就为主客家文化后人的中考通来做客家族提供创新的基地。老台北科技大学、空中大学、还有民生科技大学等三间学校强下合作。将来还会建立客种风茶联盟，为多位乡校采提后生人的茶米品牌，台北市还会为也讲会提供片上平台。只要能进到这电商平台，我们一年有十几二十次的、十几二十几次的这个促销，都是在帮产业做推广。下面希望台积电就记住来参与哈，哎，看下来为求哎耶客家产业哈、客家产业一起来拼。荣民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讲，两下时间学校强下合作的二胎创新计划，系讲第二代就得打造出客种风茶品牌，按上位的花色粉从燃起，老台湾汤第四届起推出茶室体验发通，来加强客种茶产业延续发展的能量。客家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